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老夫当年挟天子令诸侯，讨董卓灭袁绍，平定北方恢复经济，奠定了我曹魏立国的基础。赫赫有名的官渡之战，老夫以20000兵力出奇制胜，灭了太袁绍的100000大军，成了历史上以少胜多战役的典范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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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多谢曹丞相赐剑。曹丞相，兵多将广固然重要，但是计谋得当，运筹帷幄，更能以一敌百啊！年轻人不要太得意了。当年刘备不请你出山的话，你现在还在你家里种田呢。两公跟龙母，自比管仲乐毅，然时人莫知徐也。主公刘备三顾茅庐请我出山，量自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大家好，我叫陈梓彤，今年9岁。我第一次听三国是我5岁的时候，然后我一听三国这个故事，哇，好像穿越了时光到他们的身边一样。三国里面有很多英雄好汉，比如说主公有曹操、孙权和刘备，那谋士有诸葛亮、鲁肃还有张昭，那武将呢有赵云、关羽、张飞。三国里面有很多故事，但是我最喜欢的呢有草船借箭，还有三英战吕布和败走华容道，还有大战长坂坡。很多人都觉得三国演义那么厚很难读懂，但是在我的眼里它就像中国版的 Superman， 非常好玩。除此之外，我还能给自己扮上扮相，然后呢哈和是关羽，然后呢然后呢还有是张飞，然后这是诸葛亮。在脸谱中，不同的颜色代表的是不同的性格，比如说红色代表就是忠勇耿直的人物，对其代表的可以是关羽、关云长；黑色代表的可以是铁面无私的包青天，也可以是粗率莽撞的张飞；蓝脸的人物桀骜不驯，黄脸的武将骁勇善战。但是在三国里面，不是每一个人物都需要勾画脸谱的，像是诸葛亮和赵云这样的年轻人，在台上略施脂粉就行了，这个叫做俊扮。三国演义中的豪杰们都是从小胸怀天下、志向高远的少年们，长大后才能成为忠义智勇、顶天立地的大英雄。我在三国里面学习到了很多成语和歇后语，比如说周瑜打黄盖，你情我愿。我还学到了很多人物可以学他们的地方，比如说曹操要学他很自信，但是不要太自负了，然后呢要多听听别人的建议。那张飞呢可以学他很勇猛，但是不要太过莽撞了，要多动动脑子，然后呢也不要多喝酒，因为喝酒会误事。不可还是汉室宗亲，人称刘皇叔。想当年，老夫挟天子令诸侯，收黄金，讨董卓，拜袁术，杀吕布。我只能在过五关时斩杀6名曹将，千里走单骑，终与大哥会合。两夜观星象，掐指一算，您是想问我草船借箭的事情吧？这个夏天，我拍了三国人物专访。我希望能用自己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三国演义的故事。我的视频受到了很多小朋友的关注，很多小朋友都因为看了我的视频开始认识了三国演义里面的人物，走进了中华文化。